OK OK， 来先 okay, 给他。来，给我们的冠军歌后先。通常我们看到歌星都是化妆化的美美有台妆的，今天你们难得有机会看到素颜的，嘿嘿。什么叫素颜？就是没有化妆的。来来来，我的歌后的话。我为了我这个朋友哈，牺牲摄像，牺牲很多，我跑进跑出减肥了。不要这么说，没有什么牺牲的。其实你化妆没有化妆都一样很漂亮。你不要这样，我都还行。来，芒果花来请大家。来，后面是我的朋友，我这个参加安迪阿里哦，我再去我们参加排水。OK， 然后你们不要嫌弃我哈，因为今天只是特地来找一位朋友。因为今天过了十二点他的生日，但是因为他有工作，所以不能他啊、哦，所以我先唱一首他的布拉格的歌先，然后等一下你们要一起唱生日歌，希望我的布拉格能包一点红包，让你们一起嘿嘿。要要哎，谁出来一下生日歌？先唱生日歌吗？第三首啊，等一下一起来。男生那两首芒果花，特别是我们。